女士，您需要些什么吗？我们店新到了很多口红色号，这边请。来，这三支，你觉得哪支好？那这三支口红，您最不喜欢哪个？这个问题我要是知道了，我还问你干什么？答案出来了，这三支口红您都需要。想得美，我买这么多干什么？像您这样的职场女高管，口红可是你的武器，宁多勿少的嘛。这你也看出来了？太明显了，步履匆匆，下手果断，做事雷厉风行。行吧，三支都给我包起来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来，你马上给我退货。退货？什么杂牌子啊，点儿都不好用，赶紧给我退了。女士，我们这个不是杂牌，在网上都能查到的，而且您这已经开瓶使用过了，不符合我们的退货标准，不好意思。你不退是吧？你不退信不信我投诉你啊。小姐姐，有话好好说，别生气嘛。我向你保证啊，我们家产品是符合药妆标准的，特别好用，而且是食品安全级别的，很多孕妇都在使用我们家的产品，特别靠谱。还食品安全？好，那你把它喝了。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这是擦脸的，怎么能喝呢？他不喝，我怎么知道安不安全呀？再说了，不是他说的吗？食品安全级别的，难道不对吗？是不是只要我喝了，你就不退货了？你要是喝了，我不仅不退货，我还再买十套。谢谢光临。等一下，秋秋，刚刚谢谢你啊。没事儿，都是同事嘛。可是秋秋姐，你干嘛这么拼啊？因为我妈生病了，急需用钱。这个叫秋秋的不错，调查一下，其他地方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安排到总部来。赶紧收拾，签字滚蛋。赶紧收拾，签字滚蛋，以后都不用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谁让你喝精华水误导消费？一个傻子刚好配一对儿。欧雅集团，只要你来我公司，我会给你最好的待遇。欧雅集团高总，我还以为我这种骗子没有人知道呢。哎呀，高总，瞧您说的，您实在是太年轻了，我都没看出来。我跟您说，我来欧雅分公司工作，就是为了向您这样优秀的人学习的。头脑清晰，思维敏捷，这样的销售人才可遇而不可求。来欧雅总部吧。至于你，刚刚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做吧。高总，我谢谢高总，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。好好加油，生活会给努力的人优待。